向观众挥挥手，挥挥手，来，我们往中间靠一点点哈。首先呢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杨千蕙超模，接下来是红毯新超模，以及蒋元真超模。所有的选手以及各位超模，那么我们往中间前方移动一点好吗？我们给大家多一点拍照的空间哈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选手表现非常的精彩，尤其是刚才才艺表演也非常的加分，各位选手都相当的出色。那我们现在评审正在陆陆续续的都在计分了哈。那在计分的同时呢，如果我们小朋友抱着很累的话，也是可以先放下来的。那你们太辛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给我们的评审讲评的时间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来欢迎欧文劝陈一良。